也就是监控录像里的区域了。先在这附近调查看看吧。哇，破坏的还真彻底啊，有切割的痕迹，而且断面边缘的金属也有融化过的迹象，应该就是那家伙干的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个忍者确实只用两把刀就能挥出足以融化钢铁的电弧，但这绝对不是天穹城内存在的技术，至少明面上还不存在。再继续调查看看吧。Brownie， 你有没有发现这附近的监控探头都被破坏了？是啊，看痕迹像是被那家伙的飞镖一样的武器给打掉了。哼，神眼能搞到那段监控录像也是不容易。可附近并没有看到类似的投掷物，都被他回收了。也可能是纯粹的能量武器，像是脉冲枪之类的。嗯，好像也有道理，再继续调查看看吧。Brownie， 你觉得那个忍者他是怎么移动的？用跑的？不是，我是说，你也看到了吧？监控录像里他一向能跳那么高。的确，录像里也没看到他在跳跃时有反重力装置标志性的反应光。也就是说，那些动作都是他用自己身体的力量做出来的。但不可能吧？难道他的双腿也都进行过异体改造吗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他每次跳跃时就都必然会在地上留下坑洞才对。可附近似乎没有看到那样的东西呢。总觉得越是调查就越是搞不清楚那个忍者的真实身份了。至少应该可以确定他并不属于天穹城这三大势力中的任何一方。神城的人没必要潜入自家的地盘，蛇眼也没必要自导自演这么大一出戏给我们看。至于太虚门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的确，如果帮派里有这么厉害的一号人物，我们以前应该也认识才对。怎么，想起以前的事情了？唉，算是吧。那时候过的日子，现在看来可真是一团糟啊。喂喂，这话还轮不到你来说吧。那时候被你盯上的人，他们的生活才真的算是一团糟吧。还记得龙牙帮的青龙莫格林吗？戴个眼罩，另一只眼睛是一眼的那个。那天你把他的一眼给黑了，还装了个万花筒小程序，结果半个城的人都知道他像喝醉了似的，一头栽进了人工河里。哼，谁让那混蛋总是瞧不起我来着。那铁臂那次呢？我记得是你先去招惹那家伙的吧。哎，我那时候不是没见过那么酷的机械臂吗？就想着拆下来看看，结果你就被那家伙的小弟追着打了三天。哦，不对，他们好像找了你一个礼拜来着。没，第五天的时候你不是就回来了吗？那时候还是你帮我解的围，忘了。Brownie， 你说什么呢？真是的，我可完全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哦，一丁点的印象都没有哦。啊，太虚门当年的白色小恶魔怎么忽然就失忆了？那时候你可是比我还能打。Brownie， 给我立刻闭上你的小嘴。德丽莎，你的偶像包袱也太重了点吧。这是偶像的基本素养。这是偶像的基本素养。Brownie， 喂，你们几个，
在这瞎晃悠什么呢？这里是谁的地盘？你们不会不知道吧？嗯？糟了，是太虚门的人，我们在这留太久了，不让你，今天就先撤。哟，不好意思，我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还真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，麻烦你稍微介绍一下。不让你？什么玩意儿？太虚门的名号听过没有？浮华浮门主的名号听过没有？听过就赶紧滚，别在这儿。我知道的太虚门，可没教过人要在打架之前先聊上五分钟的。怎么，难不成你们几个是假冒的？我就知道只要回到这儿，不让你就肯定会给我找麻烦。你们几个来挑事儿的是吧？嗯，小的们给我。说着不想动手，你这不是也把武器都掏出来了吗？我这是条件反射。怎么，终于回想起以前的事情了？太虚门的白色小恶魔？都说了别再用那个绰号叫我了。不好吗？我还挺喜欢的。你喜欢就送给你好了。还有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解决掉他们，我可不想被更多人看见自己打架的样子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没意思，叫得那么凶，结果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唉， Brownie，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们直接走不就好了吗？和他们打这一架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之后要是华姐来找你的麻烦。哼，用不着她来找我，我现在就正准备去找她的麻烦呢。我们来都来了，总不可能空着手就回去吧。所以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和他们打这一架？直接让他们带你去见华姐不就好了吗？现在可好，华姐的面没见着，这梁子倒是先结下了。不会了不会了，按他的性格说不定还会感谢我们帮他教育了手下不懂规矩的小弟呢。那也没必要就在今晚行动吧，我们才刚从石岩那回来没多久。所以我们才更要在今晚就拿到太虚门手里的那把密钥。神城早晚会发现我还回去的密钥是假货，而蛇眼的那个女人，我也不认为自己看透了她全部的目的。还有那个神出鬼没的忍者，虽然大概猜到他是从哪来的了，但对他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，我也还是毫无头绪。啊，你已经猜到他是哪个帮派的人了？不是哪个帮派，而是光幕之外，就像银河骇客里的那个影武者一样，自平行世界而来，使用着超乎常理的强大力量。 Brownie， 醒醒，你抬头看看，光幕可还是好好的立在那呢。怎么了？光幕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种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原理的技术罢了，通过密钥解锁光幕的核心就能令其停止运作，但这不代表世界上就不存在能够让人穿越光幕的方法。或许他只是掌握了某种目前我们还不了解的技术。可就算是这样也还是说不通啊。如果他真的来自光幕之外，那他又为什么要去收集密钥呢？总不可能他进得来却出不去吧。嗯，这也是我还没有想通的地方。不过要是我的推测正确的话，那与他的碰面就是我与光幕之外的人类的首次接触了，不觉得想想就很令人兴奋吗？嗯，这算是什么第三类接触吗？那说的是外星人吧。大哥，刚才就是他们两个打的我。不是
吧，那家伙居然真的跑回去叫人了。打不过就回去叫人，太虚门里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规矩了？哎，这要是让华姐知道了，他们怕是都没有好果子吃了。那就不劳烦他老人家了，我们来帮他这个忙，顺便就当作是送给他的见面礼好了。